那从高工组刚刚所说的海洋垃圾问题，那你们觉得可能造成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可能有人没有公德心，随便乱丢垃圾啊，然后或者是可能人类就他不是丢在海里面，他可能就在陆地上，就是透过某些原因，可能河流或下水道，然后最后还是流进海洋，然后有可能工厂它排放什么废水，非法排放废水，然后最后也会流进海洋。生微生存更久，人会更喜爱。